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光者的世界。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芒格之道》这本书，收录了从1987年到2022年查理·芒格在他担任董事长的两家公司的股东会上的讲话和问答，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五年，共计五十万字左右，是一本沉甸甸的智慧箴言录。 查理·芒格，很多人都很熟悉了，一位现年九十九岁的亿万富豪，也是股神巴菲特的合伙人。巴菲特不仅把芒格当作益友，更是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巴菲特曾说：“是芒格拓展了我的视野，在遇见芒格之后，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猩猩进化到人类，否则我会贫穷得多。”那芒格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智慧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探索的主题。以前想要找寻芒格的智慧财富，人们大多会去读那本经典的《穷查理宝典》。那本书里收录了芒格在二十多年里的主要演讲，还有发表的文章。但其实要了解芒格的智慧，还有另外一个丰富的宝库，那就是芒格从一九八七年以来先后在西科金融和美日期刊股东会上的讲话。 这也是为什么《穷查理宝典》中文版的出版人施洪俊后来又拿到芒格的授权，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组织整理编纂了这本《芒格之道》。大多数时候，芒格是沉默寡言的。关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的人，可能已经习惯了每年看巴菲特侃侃而谈，芒格却话很少，总是面无表情的说：“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九个字儿甚至已经变成了他的标志。 但是到了西科金融和美日期刊的股东会上，他作为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必须在好几个小时里讲大段大段的话，介绍公司现状，讲自己对人对事儿的态度，坦率地回答股东们的提问。所以，对于关注芒格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全面地领略到他的所思所想。 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从六十多岁到九十多岁，一年又一年，芒格在思考些什么。没有事后诸葛，没有二次加工，全都是第一手的记录。刚刚拿到这本书的人，看着这个年鉴式的编排，可能会觉得无从读起。我的建议是可以不从头读起，而是从后往前读。 先读二零二零到二零二二年这部分，你会看到新能源、比特币、元宇宙、马斯克等等这些你熟悉的新话题。读完芒格对这些话题的看法，你很可能会像我一样被这个幽默而智慧的老头折服，迫不及待想听他讲更多。之后，你可以再从这本书的中间挑选一个对你来说印象深刻的年份，比如二零零八年，从这里开始往下读。 或者挑选几个对你自己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跳着读，把芒格在某一年的思考跟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形成一个映照。总之，读这本书就像在享用一场丰盛的私家晚宴，从心所欲，慢慢咀嚼，才更能品出属于你自己的美妙滋味。也正因为是这样，今天我不敢说是解读这本书，我更想跟你一起，我们来围读这本书。 我先分享我品出的一些滋味，等你读了这本书，也请一定在评论区里跟我分享你品出的滋味。这是一场不会散的研习，因为我们共读的不是一时的方法，而是长久的智慧。我们先来说说关于芒格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芒格几乎一辈子待在美国，也是在美国取得的事业成功，但是他在中国的人气反而高于他在美国的人气。 这可是他自己认证过的。2010年，芒格的朋友考夫曼编纂的《穷查理宝典》被翻译成了中文，大受欢迎。芒格这个名字从此在国内响亮起来。2019年，芒格在股东会上说：“考夫曼提升了我在印度和中国的人气，我真希望他能帮我在洛杉矶出出力。我在中国的人气很高了，但是在洛杉矶不太受欢迎。”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喜欢研究芒格呢？因为他有钱，不尽然，他确实有钱，但是他几十亿的身家跟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顶级富豪相比还是差了太多。芒格在中国人气高，或许是因为他的人生符合我们很多中国人对于圆满人生的期望。他不仅富有，还长寿，家庭幸福，跟巴菲特之间的友谊几十年不变。 不过，如果有人说芒格是生活的幸运儿，那么肯定会受到很多芒格追随者的强烈反对，因为实际上芒格拿到的初始人生剧本非常的烂。他五岁时家族企业破产，六岁就要去杂货铺打工，十七岁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中断学业应征入伍，二十九岁时儿子得了白血病，为了治病他倾家荡产，但最后还是没能留住儿子的生命。 他的第一段婚姻以失败告终，步入第二段婚姻后，他有八个子女要养，经济压力非常的大。但后来，芒格逆转人生剧本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因为要赚更多的钱养活一大家子，三十多岁的芒格开始在本职的律师工作之外尝试投资。他勤勉的学习、阅读大量跟投资有关的知识，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投资理念，一点点积攒起财富。 三十五岁，他与巴菲特相遇；三十八岁，离开律师行业，全职做投资；五十四岁，他加入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成了巴菲特的合伙人。两人一起缔造了我们熟知的财富神话。在芒格逆转人生剧本的故事当中，很多中国人读出了一个词：伤财噬魂。伤，商人的伤；士，就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士。 商财噬魂，意思就是他非常有经商致富的头脑，但同时拥有一颗接近于士大夫的灵魂。这个评价最早出自李路，他是一个中国人，是芒格家族资产的主要管理者。他说，在跟芒格交往的这些年，他常常会忘记芒格是一个美国人。他认为芒格更接近于他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首先，芒格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 这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让人振奋的例子。他的成功完全靠投资，而投资的成功又完全靠自我修养和学习，跟社会上的种种权钱交易、潜规则、商业欺诈、造假等等毫无关系。他用干干净净的方法，靠着自己的智慧挣钱，也给股东们、给社会贡献价值。 另外，芒格的释魂还体现在他对自身的要求非常的严格，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这样。他虽然很富有，过的却是非常简朴的生活。现在还住在几十年前买的一套普通的房子里，跟别人约见面总是早到四十五分钟。自己外出旅行时，永远只坐经济舱。在积攒了巨大财富之后，芒格又致力于慈善事业，去帮助更多的人。 另外，芒格很欣赏孔子，欣赏儒家思想。他在股东会上不止一次说过，认为人们应该学习儒家的中庸之道，应该克己慎行。他认为自己的人生秘诀就是降低预期，咬牙苦干。他倡导要不断的阅读学习，通过自身的修行，不断的达到更高的境界，让自己配得上想要的东西。而这些，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可能不太能理解。 但是在中国，却引起了相当的共鸣。伤财噬魂，在世俗中取得成功，灵魂却依然干净。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这也是多少中国读书人的理想呢？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研究芒格，研究他是怎么做到这些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芒格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我给你念一段他在股东会上的原话：“你们在座的各位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我知道你们求知若渴，你们很多人是书呆子。我不是笑话你们，因为我也是个书呆子。你们看到了一个和你们一样的书呆子，虽然一身缺点，却取得了成功。所以你们来到这里向我取经，我是怎么做到的呢？按我本身的能力和才智，我不应该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我能成功，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掌握了几个思维方法，后来在一生当中反复的使用。首先，我走大道，因为大道人少，走大道才是有大智慧。我还追求理性，我从小就养成了追求理性的习惯，这个好习惯让我受益终身。芒格的话就说到这里，没有接着展开。 但是从他在其他不同年份的讲话里，“走大道，大道人少”，还有“追求理性”这两句话都曾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也能总结出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含义。首先，“走大道，大道人少”，这是芒格和巴菲特都经常提起的一句话。这里的“大道”也可以理解为正道，就是歪门邪道的反义词。 这体现在他们的投资上，就是老老实实的买入自己觉得价值被低估的好公司，而不是去玩一些投机取巧的金融手段，买一些被包装的花里胡哨的金融产品。比如，我们都知道，在二零零八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几年，一些金融机构热衷于把大批的次级贷款打包处理成标准化证券。 这种金融衍生品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也让很多人忽视了在他们的背后，那些作为底层资产的次级贷款其实非常的脆弱，违约的风险非常的高。而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巴菲特和芒格就已经提出了金融衍生品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后来，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愈演愈烈，他们的警告也不断的升级，甚至指出这种层层包装的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在这种产品的掩护下，华尔街可以肆无忌惮的上杠杆，而且这类产品涉及大量资金的对赌行为，还不会完全显示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他们认为，文明社会的资本配置过程不应该像赌场一样混乱，证券产品应该清晰简单，不应该晦涩难懂，而衍生品走的是相反的歪门邪道。那么，在芒格看来，在投资上，什么才是大道正道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买入真正的好公司。他们认为的好公司，就是能实实在,在在给顾客创造价值的公司。 比如芒格有一只已经持有了快三十年的股票，就是开市客。他说，这是一只他打算带入坟墓的股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特别欣赏开市客的价值观，就是要把好东西卖给客户。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观察开市客有没有偏离这个价值观。比如，二零二二年，在开市客股票的价格已经很贵的时候，他在每日期刊股东会上说。 我从来没动过卖出一股开市客的念头。去年圣诞节，我在开市客买了几件法兰绒衬衫，一件才七美元左右。衬衫的质量非常好，手感很柔软。我还买了几条奥维斯牌的裤子，大概也是七美元一条。我买的裤子腰部是带弹力的，还防水。 开市客拥有强大的采购能力，他为顾客精挑细选商品，让顾客买的放心。按开市客现在的股价，我不一定会买，但我绝对不会卖。另外，在说到芒格担任董事长的美日期刊公司，也是一直坚持要实实在在的给客户创造价值。美日期刊这家公司最早是发行法律报纸的。 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的报纸业务衰落，美日期刊经历了好多年的亏损。好在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之后，芒格带领这家公司做了转型。他们在二零零九年股市的谷底购进了富国银行、美国银行等银行业的股票，赚了很多钱。然后又用这笔钱开了新的子公司——期刊科技，发展法庭软件业务。 每日期刊这棵百年老树，竟又发出了新芽。芒格说：“给法院和政府部门提供软件服务这条路非常的辛苦，微软、谷歌的人都不愿意干，但是他们愿意干，因为这件事儿能简化法院和政府办事繁琐的流程，减少人工操作里的错误，这是一件好事儿，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儿。他们不怕难。” 还觉得难一点才好呢，正因为它难，做成了以后就是别人抢不走的好生意。这也是体现了那句“走大道，大道人少”。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走大道，放在经营上就是卖真正的好东西，放在投资上就是买真正的好东西。这就是芒格的基本原则。再说芒格的另一句话。 追求理性，这听起来好像更抽象了。要怎么做呢？纵观芒格的讲话，你会发现，他追求理性其实主要就是使用三个工具：一是否定自我；二是多元思维模型；三是逆向思考。首先是否定自我，无论是多么深信不疑的想法，芒格都会努力找出相反的证据。他知道人类天生有一个倾向，就是自我辩护。 所以他会反复的推敲自己的想法，甚至专门琢磨怎么否定自己。他认为，如果不能想清楚怎么证明自己的一个观点是错的，就不算是真正的拥有了这个观点。再说多元思维模型和逆向思考，在解读《穷查理宝典》那本书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讲过这两个工具了，所以今天我主要是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我们知道，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是要不断的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因为在芒格看来，不管是想认识世界，还是研究一家公司，你面对的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如果一个人只用自己专业领域、自己过往经历的视角来研究问题，那很可能就会陷入狭隘、扭曲现实。就像芒格经常引用的那句谚语。 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所以最好能涉猎更多的学科，比如物理、历史、哲学、心理学等等，让多元的智慧融入大脑，这样看问题才能更透彻、全面。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芒格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的专业领域不重要，其实他是很强调专业化的。我在这本书里看到了被很多人忽视的一段话。 芒格表达了，他不建议大多数人走他的路，不建议大家花很多时间在广泛涉猎上，因为他的路是特殊的，而专业化是大多数人的出路。就像如果你是个肛肠科的大夫，不做好本职工作，整天想着研究叔本华的哲学或者天体物理学，那没人会愿意找你看病。这就是市场，这就是现实。 芒格建议的是，在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拿出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时间学一些其他学科的重要理论。注意，这不是说我今天打算学生物了，那我找一本教科书从头开始读吧，而是说我们要先了解在这个学科里那些最重要的理论是什么，然后就去抓这些重要的学，而不是面面俱到。比如说，在生物学领域，芒格非常重视学习进化论。 他认为，在一个行业乃至整个商业史中，公司的兴亡更替同样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规律。另外，在数学领域，除了复利效应以外，芒格还很推崇排列组合。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构成它的元素排列组合而成的。想看懂一件事儿，关键就在于找出这些元素，还有它们排列组合的方式。 另外，芒格还重视历史中的商业史、统计学中的高斯分布、物理学中的平衡临界质量、工程学中的断裂点理论，还有误判心理学等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顺着这些关键词去找找启发。另外，再说逆向思维这项工具，芒格讲到，二战时他当了气象兵，负责给空军做天气预报，确认气象条件合不合格，飞行员能不能安全起飞。 怎么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呢？他是反过来思考的。他问自己：“假如我想让飞行员送命，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他很快得出了答案：一是让飞机结冰，这样飞机就会失控；二是让飞机没法着陆，直到燃油耗尽。所以，他时刻提醒自己要首要关注天气会不会恶劣到让飞机结冰或者没法着陆，这是两个大忌。 这个做法帮芒格在二战中成了一名更合格的气象兵。芒格认为，我们应该时常反着想事情，这样起码不会离想要的越来越远。比如，想帮别人，先想想怎么伤别人；想得到幸福，先研究人生怎么能变得痛苦；要研究企业怎么做大做强，先研究企业是怎么衰败的。还有。 多数人更关心怎么在股市投资上成功，而芒格更关心为什么在股市投资上很多人都失败了。在芒格漫长的一生中，他持续不断的收集人类在各个领域当中著名的失败案例，并把那些失败的原因排列成正确决策的检查清单。他用一句谚语来概括这种思考方法：“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不去那儿了。” 另外，他在股东会上还提到了他的朋友彼得·考夫曼的一句话。考夫曼说：“既要知道在高山之巅向下俯视的世界是什么样，也要知道在万丈深渊向上仰望的世界是什么样。”芒格认为这句话很对。如果不同时具备这两个视角，那么我们的认知一定不符合客观现实。这跟他注重的逆向思维是差不多的意思。 好，前面我们讲的是芒格的人生理念，走大道，大道人少，还有追求理性。下面我们来讲讲芒格的财富思想，你会发现他的这些财富思想其实是他的人生观念落在投资上的自然体现。芒格和巴菲特信奉价值投资，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甚至可能已经很熟悉价值投资的那些关键点了。 比如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要买那些市场价格低于真实价值，也就是被市场低估了的股票。还有，在买被低估的股票时，价格和价值之间要有足够的差距，也就是留足安全边际。另外，就是做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儿，看不懂的股票不要碰。这些就是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芒格和巴菲特一直坚持价值投资。 二零二二年，有人在股东会上问芒格说：“现在各种智能投顾、技术分析这么流行了，传统的价值投资是不是要消亡了？”芒格坚定地回答：“价值投资永不过时。投资要做得好，买入的价格必须低，买到的价值必须高，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永不过时。”不过，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巴菲特跟芒格的价值投资理念是不一样的。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来自格雷厄姆，但是巴菲特在遇到芒格之后，他的理念是有很大变化的。传统的格雷厄姆式的价值投资强调买入股票要足够便宜，即使是一家不好的公司，但是只要它的价值被低估了，价格足够低也可以买。买了之后，要么等上涨就卖出，要是不涨就持续的买，直到控股，再通过清算公司资产赚钱。 只要你买入价格足够低，这样也是能赚到钱的。这就是巴菲特在遇到芒格之前的做法。但问题是，能便宜到这种程度的股票，多半是名声不好的小公司，大家都不愿意碰，就像别人抽烟剩下的烟蒂一样。所以这类股票又叫烟蒂股。巴菲特最早就是靠买卖烟蒂股积攒起财富的。 但是后来，芒格推动巴菲特实现了从买便宜货到投资优秀企业的转变。芒格反复地对巴菲特说：“投资烟蒂股就像不断地寻找烂人烂事儿，和他们做完生意就绝交，再去找下一波烂人烂事儿，这非常的耗费精力。一旦资金量变大之后，肯定会心力交瘁。但如果是买优秀的人掌控的优秀企业，就不一样了。” 优秀的人都是自律，而且喜欢自我挑战的。买下优秀企业之后，不需要你在做什么，只要跟着企业的业绩成长，获取投资收益就可以了，相当于坐享优秀者努力的成果。最终，巴菲特接受了这个观念，并且迈出了投资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一九七二年，巴菲特以两千五百万美元买下著名的喜诗糖果公司。 结果，从第二年起，喜食糖果就开始向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输送现金流。到二零零七年的时候，累计贡献利润达到了十三点五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有了这次的成功经验，巴菲特后来才买入了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更多的大牌企业，由此赚到了更多的钱。 所以，芒格对于巴菲特投资理念的重要影响，就是让巴菲特买入真正的好公司，然后长期持有。当下的人们经常会把价值投资跟长期主义放在一起说，但是呢，通过刚才的讲述，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了，传统的价值投资理念其实并没有长期主义这一说，这是芒格后来赋予他的。 不过，芒格自己其实很少说“长期主义”这个词，他更喜欢用“忠诚”这个说法。我们今天看芒格的投资策略，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两个词：集中、忠诚。二零二二年，他在每日期刊股东会上说，芒格家族持有伯克希尔股票、开市克股票，还通过李路管理的基金持有中国的股票，这三笔投资占了他资产组合的绝大部分，非常的集中。 很多金融专业人士主张分散投资，但芒格认为过度的分散没有什么好处。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能力都很有限，能找到最多四个好的投资机会就足够了，就要谢天谢地了。非要找到二十个，很难实现。对于这样一个集中的投资组合，芒格展现出了极度的忠诚，已经攥住了他将近二十年。 他在股东会上说：“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喜欢一家公司，喜欢它的管理层，我们会对它非常的忠诚，甚至有些过于忠诚。如果你读这本《芒格之道》，一年一年的去读，这种忠诚其实能感受的特别明显。这也是这种年鉴式书籍的一个好处，你能自己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你会发现，芒格经常把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儿或者某一个观点反复的讲，一年又一年的去讲，甚至措辞都不会变。这些就是他始终看好、一直忠诚的。比如李璐，从二零零四年开始，芒格入股了李璐管理的喜马拉雅资本。 在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在二零一零、二零一七、二零一八、二零一九、二零二零等多个年份，芒格都讲到了李璐，表达自己对李璐的认可。他说，他这辈子只把芒格家族的钱交给了一个外人管理，就是李璐。他好几次把李璐称为中国版的巴菲特。芒格看好李璐，除了认可他身上优秀的个人特质，还因为一个关键点，就是李璐是在中国做投资。 芒格经常讲一句话：“在有鱼的地方钓鱼。”而在他看来，中国就是有鱼的地方，这也是他近些年反复在讲的。他说：“美国市场已经不知道被翻了多少遍，人挤人，竞争白热化，好鱼都快被抢光了。但是中国市场还有很多机会值得挖掘，投资中国公司能买到更多的价值。”有一次，一个股东问他。 您讲过，把时间拉到足够长，投资者最终获得的收益与公司的盈利基本一致。那么，既然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大部分在美国，我们是不是应该着重分析美国最优秀的公司呢？芒格说：“我不同意。在我看来，最强大的公司不在美国。我认为中国的公司比美国的公司更强，而且他们的增长速度更快。在中国的投资机会里面。” 芒格提到次数最多的是比亚迪，从二零一零到二零二二年，他至少五次谈到他对比亚迪的认可，称赞李路发现了比亚迪这个机会，在便宜时买入了。每日期刊公司伯克希尔、芒格家族都投资了比亚迪。芒格看好比亚迪的原因，有对电动汽车这个大趋势的判断，也有对比亚迪产品的观察，这个我就不展开了，毕竟我们也不是要给比亚迪打广告。 不过，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有三年都讲到了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讲的内容也几乎一样，讲到了王传福的农民出身，讲到他是怎么白手起家的。芒格说，他非常欣赏王传福这样聪明、肯吃苦、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敢于挑战奇迹的管理者。不过，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 正因为芒格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所以他反复在讲的一些看好的对象，都是他在十几、二十年前，甚至更久之前就已经买入了的。那个时候，他们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芒格也说了，站在今天，他还是会坚定的拿住这些对象，比如开市客、比亚迪，他不会卖出他们。但如果当年是现在的价格，他不一定会买入。 另外，芒格还讲到，他跟巴菲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投资比现在好做，可以捡到的机会更多。但是现在市场里聪明人越来越多，能捡到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在将来，投资股市很难实现高于百分之十的年化收益率。 从两千年往后，芒格和巴菲特就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于大多数想要投资股票的人来说，买费用低的指数基金是最理想的选择。长期来看，普通投资者是很难跑赢市场、跑赢大盘的。关注我们听书解读过的金融类书籍，你会发现这个提醒出现的次数实在是不少了。到这里，芒格的财富思想我们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不过，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内容，就是芒格在二零二零到二零二二年的每日期刊股东会上对一些新话题的看法，你可能会感兴趣。首先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芒格和巴菲特都不太喜欢他们。芒格措辞很激烈，他说：“比特币纯粹是反社会的东西，很多人对加密货币顶礼膜拜，但是他们崇拜的不过是一种在敲诈、绑架、逃税等方面很有用处的东西。” 我真希望政府能立刻禁止加密货币。再说刚刚提到了一句的电动汽车，芒格认为电动汽车的时代即将到来，而且与氢能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相比，电动汽车将获得更广泛的普及。还有股东问到芒格关于特斯拉还有埃隆·马斯克的看法，芒格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第一，我绝对不买特斯拉；第二，我绝对不做空特斯拉。” 马斯克是个天才，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有一种人智商高达一百九，但是他们以为自己的智商有二百五十，这种人我最怕了。马斯克就有点类似这种人。有句话叫“千万别低估高估自己的人”。埃隆·马斯克可能高估了自己，但我们还真不能小瞧了他。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但是先别着急退出去，因为这本书里的金句实在太多，我没法把它们全都融入解读的主体部分，所以就挑出一些放在结尾给你念一念。如果哪一句触动了你，你可以点击文稿末尾的电子书专门去看。第一句：潮水有起有落，我不妄想预测潮水的起落，我只想着自己怎么能游得好一些。 第二句，别人问我怎么才能幸福，我总是回答说：降低你的预期，也就是让你的预期更符合现实。第三句，懂得如何学习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聪明人仗着自己聪明，骄傲自满了，不学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学，世界就会把你甩在身后。第四句。 年轻的时候，我总是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用于获取智慧、提升自己，在给自己充完电之后，我才会把时间卖给客户。第五句，如果你真想成功，真想取得别人无法取得的成就，就要干坐冷板凳，日复一日的阅读。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第六句，持之以恒的追求智慧。 持之以恒地等待时机，我们应该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你们也可以把这两点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七句，变富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慢慢变富才能细细体会到其中的美妙滋味。一夜暴富有什么好的呢？暴富之后很可能不是被自己败了，就是被别人骗了。慢慢变富，一辈子都乐趣无穷，有滋有味。 好，今天这本书我们就聊到这里。在听书文稿的末尾，我为你整理了这本书里芒格在股东会上推荐过的书。如果你想从今天开始持之以恒的追求智慧，那么阅读这些书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不要觉得现在开始太晚，我们应该始终记住芒格在二零一零年说的那句话：“谁说人一点不能改变？毕竟我才八十六岁。”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分享给您的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一同加入我们的时光之旅，一起探索、成长，感受知识的力量，让阅读和聆听成为一种习惯。